飞鼠当然不会飞，它只是会滑翔而已。在这个两只这个地方有这个翼膜，就前后枝这样连到的，所以像一个风筝一样，让它就很快的爬到这个树顶上去的话，然后利用这个树上面这样子再滑翔下来。那滑翔下来之后，然后可以再爬到树上去，再这样子滑。所以就是等于说这个一高一低，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。那它在地上跑的速度的话，就像你们如果追那个野猫，如果追一只猫，你看它逃的话，那个速度是怎么样？ 就是你如果看一只猫，你去追它，或者狗去追它，那个猫很快，再一跑爬到树上去，那个飞鼠速度就跟这个一样。它一般来讲都是夜间活动啊，所以这个傍晚的时候它才会出来，白天的话都躲在这个树洞里面。它的适应性也很高。那有的这个飞鼠的话，也会在树上的，像矮江蕨啊，这个鸟巢蕨。 蕨类跟这个树枝、树干所形成的这种的孔隙啊，或者在这样子状况之下，它也会在这个地方来筑巢。其实任何地方有它可以觅食的地方，大概都可以。那是就一说这个树的话，它有嫩芽、有果实、有这些东西的话，它可以吃的话，那它原则上都会存在啊。那所以尤其近年来，我们比较发现，我们的学生在中部的话，有时候发现在这个郊区这些地方，其实，在台北市近郊也一样啊。这个，只要你这个环境还可以，它的上面，比方说这个树啊，上面有嫩芽的话，其实飞鼠就可以活下去了。